首先我要抱歉，我们今天主日学时间有长了一点，所以对于你们啊，现在的弟兄姐妹啊，非常抱歉啊，晚了开始。好，在开始以前，我们再次欢迎何林夫妇啊，王强夫妇还有Tony 啊，他们从去游了一个月啊，然后回来，他们今天特别感动。那隔天大概下个礼拜不久，他们要回去台湾去了。求主保守他们也都平安啊！那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在圣满心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敬拜。当我们俯伏在你的圣宝座前的时候，我们感到仰望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施下爱子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借由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洁净，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主也谢谢你，那赦罪的恩典实在是多么的奇妙。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引导我们。在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很多弟兄姐妹他的身体啊不适啊，我们为了这些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求你特别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谢谢，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看到世界动乱不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扰乱，求你用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安定在你的面前。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挖井的以上，挖井的以上，它是顺服而什么蒙福？这里有两个蒙啊，一个是结盟的蒙，一个是蒙福。顺服而蒙福是基督徒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顺服啊，蒙福啊。好，那这里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什么？印度的什么？干旱。啊，印度的一个井啊，一个井。在上个礼拜讲到印度的井的时候，上个礼拜我的讲题是我是活水泉源，耶稣基督是那个活水的泉源。在这里井里面，印度人要怎样取什么水？取水，因为有水才有生命。你看那印度的这小孩子，他们将个水桶放在什么头上？因为他们怎样要走，要需要这些水来维持着生命。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连家恩医生啊，他在服役的时候，他到了西非的地方去服役。那个服役的时候，他看到那对西非的小孩子很可怜，所以他们就这样，他就挖了一个井啊，特别为了挖了井，筹了很多钱来帮助他们。啊、他也叫他们捡了很多的垃圾啊，给他们东西。这是连家恩医生在服役的一个西非的一个东西。今天。我们讲到圣经常常提到上帝，总是说到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跟什么雅各的上帝，阿贝拉罕、雅各的以撒兄。这个上帝为什么常常提到这三位呢？这是非常有名的巴斯卡。如果你学习科学哲学的话，你知道巴斯卡原理啊。巴斯卡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跟哲学家。巴斯卡有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人像一颗芦苇那么的脆弱，但是人的思想也是很伟大，他可以想得很这样很伟大。巴斯卡他是专注研究哲学这个科学， 他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的深夜，他突然看到一个光照到他的房间，他就跪在祷告，听见有声音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也不是科学家的上帝。他忽然醒悟了，原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所讨论的上帝是在我们理性里面很狭窄的上帝，而那个真正的上帝呢是怎样？他说什么？那真正的上帝是什么？是对亚伯拉罕说话的上帝，像什么？像以撒显现的上帝，而像什么雅各实行拯救的上帝。
所以他说，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容纳上帝一个形象的真空，不是科学或哲学，而是什么？而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才能够填满。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常常怎样足坛，神不照他，他就足坛；以撒他的一生常常怎样着紧，这个紧啊。那雅各呢？他的一生常常立什么？立石做什么？做记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以这个亚神要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的地方要到怎样？到了迦南地，乌尔到哈兰，哈兰又到迦南地啊，这是神啊整呼召啊。所以这亚伯拉罕他是以撒的父亲。我们常常讲说，有其父必有什么？必有其子啊。有一个八岁的小孩子，他说：“哎，我的爸爸可以爬很高的山，可以游最深的海，可以开最快的飞机，可以打最壮的老虎。我的父亲做任何事，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把乐事拿出去掉。这是一个笑话啊！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以后，亚伯拉罕他就离开了世界。”亚伯拉罕去世了，以撒就开始接什么一家之主的一个重任啊，所以以撒从小就看到他的父亲足坛的那种重要性，他自己也学习父亲的一个什么信仰的生活，他开始什么足坛求告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亚伯拉罕的足坛的求告神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信仰的生活。亚伯拉罕的支拉大门就是他的一个家庭生活啊，所以亚伯拉罕常常怎样聚会祷告，已经是一个信仰的生活。我们有天天读经，我们怎样有天天听神的话，我们有天天祷告，我们就天天跟神怎么说话，就祷告是跟神的一个交通说话。亚伯拉罕也有一个支拉大门啊的家庭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今天以撒。他的顺服跟他的什么信心，他的submission and faith。我们今天要学习以撒的什么愿意承受祝福啊，愿意承受祝福，他的啊这种顺服啊，我们要学习以撒的什么谦让跟什么宽阔，他的 humility and broad-minded， 他的宽阔。当我们看到在以撒他的一生啊，从亚伯拉罕事件伯特利在希伯伦那地方的时候，这个以撒一生大概在这个地方，别是巴还有那个庇尔拉在弄掉啊，汉基拉尔还有一个地方，在这个最下面的地方啊，庇尔巴拉海伯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以撒他的一生啊，以撒的一生。为什么这么蒙福？以撒他自己没有创业，他是承受亚伯拉罕给他的一个产业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以撒的什么相信顺服跟什么神什么预备，相信顺服神预备，相信就是 trust obey and God will 什么预备，相信顺服，这样一个人 trust。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一个是信靠跟什么顺服，一个基督徒怎么去信靠神，然后顺服神的带领。我们讲顺服之子跟什么信心什么之父，信心之父是谁？亚伯拉罕。然后以撒就是顺服之子，所以我们看到他亚伯拉罕带以撒，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啊，然后到天使下手，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以撒啊，刚刚我们看到读的圣经，他以撒跟亚伯拉罕的那个我看看有没有 play， 看一下，没有啊 ，OK， 不要紧。在以撒的顺服里面啊，那亚伯拉罕他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啊，两个人一起同行。要到摩利亚山
因为神要将什么？神告诉亚伯拉罕将以撒要献给他，所以在这里他们两个人一起走，然后走到摩利亚山，三天的地方到了摩利亚山。所以在那个在走的时候啊，以撒啊那个心情跟亚伯拉罕的心情不一样。亚伯拉罕那时候不晓得怎么跟以撒讲，但是呢，在以撒的顺服里面，我们看到父子这样，父亲一直跟他什么同在，两人同行。这个说明了什么？在我们的顺服的行动的背后，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的主一直与我们同行，耶稣一直与我们同行。以撒顺服他父亲的安排，信任仆人的眼光，更等候怎样？上帝怎样？上帝的预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啊，顺服与父亲亚伯拉罕同行，顺服背上什么？担起什么？啊，以撒背上担起的柴，然后顺服了什么？相信什么？上帝会为自己预备什么？做翻译的什么？羊羔。啊，以撒问他的父亲，那翻译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讲说，神会预备。所以他们顺服的怎样？他让父亲怎样捆绑他，他有顺服的预备怎样受死啊？所以他为基督徒留下一个接受一个顺服的什么榜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在神亚伯拉罕要杀的时候，神叫他说等一下啊，神预备了一只公羊。所以以撒他经历了一个死里的逃生，因为耶和华以勒的上帝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他的儿子。这个说明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使我们的罪得赦。最近我们看到啊，在以撒和基督的关系，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所以以撒背着柴上摩利亚山，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上加勒山。以撒顺服到死，耶稣也基督也顺服至死。以撒成为祭物，那个基督也成为祭物。所以我们仿佛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真的从死里复活。所以以撒是旧约的影子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是实体的一个预表。当以撒40岁的时候，他30几岁的时候啊，这个撒拉已经去世了。所以他40岁的时候，他常常到田间去默想，他在默想祷告与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在田间默想？默想神的恩典，默想神的爱，默想你自己的生命的旅程。他也怎样？他预备自己，他恳求上帝施恩给他怎样？给他一位太太，那时候40岁，当天晚上上帝就预备他经迎接了利百加，亚伯拉罕差遣了他的怎样？他的怎样仆人啊？他差遣的仆人说：“你去为我找一位什么？找一位这个女子啊，不是迦南的女子啊，是找一位女子啊，让我的这个以撒能够成婚。”结果利百加就出来了，他就祷告的时候，这个仆人利百加就出来了。神早已就这样早就预备了。弟兄姐妹，顺服的功课很难学，这是一个叫什么台东县长，台东县陈林燕，台东县的县长夫人啊，陈林燕，她谈了一个顺服丈夫的这功课。她的丈夫怎样？她嫁她丈夫的时候，她嫁妆还没信主，她绝望。结果呢，2013年怎样？黄建庭县长受洗，他说：“我等黄建庭受洗这个等了几年？27年，你看看，27年。所以2013年受洗的黄建庭成为基督徒，到今已经两三年。结果呢，他已经把圣经完全读过几次？读了一次，三年把圣经读一次了。然后呢，福音书进入什么？第二次受洗进入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2013年9月27日的县长啊，这个黄吉县县长受洗之后啊，就是他们的弟兄姐妹在那边看他啊县长，所以这个县长夫人说，他说我顺服
神的带领，等了27年，终于等到我的先生受理长的祭品。不求神，信心怎样？当李百家嫁到什么以上的家庭，20年，啊，不生了，这个不得了啊！20年没有小孩子的，到了以上60岁都不生了、啊。那时候啊，对，我们这个以上这个名字啊，就是什么喜笑，对不对？啊，他出生的时候就全家有欢喜快乐，认识亚伯拉罕的以上都是为以上的出生而欢喜。可是呢，以撒娶以百家的时候40岁，可是以撒呢，他妻子不生育，他就为他祈求什么？耶和华，耶和华最后怎样？就应允。弟兄姐妹，神说什么？你祷告，我必什么？我必听。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事情，这个以撒他就这样祈求耶和华。神就应许他，利百家就怀了孕，生了什么双胞胎，就是祷告一个人到国家。很有名的这个巴克舍，他讲的，他说人们可以藐视我们的呼求，拒绝我们的信息，反驳我们的理论，鄙视我们的个人，但他们对我们的祷告却怎样？却漱口无涉。这个 Joy 博士讲说，我情愿教一个人祷告，多于教10个人督导。再没有教会，他说魔鬼最关心的事就是阻止基督徒祷告，他对那些没有祷告的学习工作和宗教无所什么畏惧，没有祷告的学习工作他无所畏惧。他说他嘲笑我们的心祷，嘲弄我们的才智，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却怎样瑟缩发抖。弟兄姐妹，祷告很重要。Our 感到说，神重视什么？祷告和交通过于我们的劳力。天上的新娘是要迎娶一位新妇，而非雇佣一个奴仆。所以祷告能够将神从隐秘之所带到地上什么大行其事，从透过信他的人向一个灵魂失丧的世界彰显他自己。最后，马丁路德讲一句话。今天有这么多的事情等着我，所以我要把头3个小时用来祷告。弟兄姐妹，你可能吗？我头3个小时用来祷告。你说，哎呀，我什么事都没做了。弟兄姐妹，祷告的非常重要。第三，以上听从神赐福的应许。在创世纪那个25章的时候，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就赐福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就靠近一个地方叫做庇尔拉海埃，庇尔拉海这个地方就是看顾我的永活者的井，是夏甲逃走以后遇到神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庇尔拉海埃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庇尔拉海就是在下面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时代他在这个地方庇尔拉海，所以在那个庇尔拉海他就住了，然后要到基拉尔，然后到了什么别斯巴，到了别斯巴。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日子的时候，那一地方有什么？有饥荒，哇，有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亚伯拉罕的地方有饥荒，以撒的时候也有饥荒，那以撒就往什么？往基拉尔去。那非利士人的王呢，亚比勒在那边啊，遇到饥荒啊，那个以撒想往谁？埃及。你知道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往哪里去？往埃及去。结果带了谁回来？夏甲。哎呀，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没有祷告上帝，所以到了埃及带了夏甲，夏甲就生了谁？生了以实玛利，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造成世界非常的大的混乱。这是亚伯拉罕。所以现在神跟亚以撒讲说，哎，往埃及去啊！等等，我们看到这个夏甲啊，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实玛利他就凭自己的身啊，以撒就是凭什么神的什么应许啊生的这个东西。所以夏甲是预表旧约，撒拉是预表新约。好，所以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怎样，不要下埃及去，你就住在那里啊。他说你不要，要住在我所
兄姐妹，常常你不要多听别人的意见，不好。你要听谁的意见？啊？听谁的声音？神。神的声音。亚伯拉罕要听自己的意见。哎呀，埃及很多，饥荒，赶快埃及走。他就跑到埃及，神没有叫他到埃及去，他就跑到埃及去，结果娶了夏甲，造成一个很大的混乱。亚伯，神跟以撒讲，你不要下埃及去。埃及不要世界啊，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寄居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我将这地赐给你的，你跟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又要将这些地呢都赐给你的后裔，也地上万国必以你的后裔怎样得福，明天变得福得福。那这里神特别特别跟埃及上讲。”以撒就住在那个地，结果怎么样？以撒在那地怎样耕种？那一年又怎样？哇，百倍的收成了、啊！耶和华这句很重要，赐福给他。弟兄姐妹，你要祷告求神赐福给你，神赐福给他，他就怎样长大，日增月盛，成了大什么大富户？哇，这二十六章时候这。成了大夫，哎呀，那时候神特别赐福给他。第四点，我们要讲的是，以撒他温柔谦和，得什么？得活井。上礼拜我讲到活水啊，活水的这个道理啊。所以以撒的一生，他常常怎样？他挖井，他是寻求活水泉源，就是也是我们今天信徒主要说追求属灵的供应。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读属灵的书？常常思考神的话语，说神到底这次讲的话是什么东西啊？当日亚伯拉罕还在世上所挖的水井呢，因为非利士人呢在亚伯拉罕死后全部把它塞住了，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以撒就把那个水井呢就重新挖出来，按照父亲的给叫他这个名字啊。台湾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啊，台湾有一个东势啊，那一个整个地方叫水井。啊，比如说坐27号的这个公车到水井，到的是台湾的那个水井的地方啊，有一个叫做三角涌，三角涌，到了三角涌外面有个井啊，他说三角涌是百年的什么古井，然后它下面有个青草，说我是什么，我是活水呀、啊，还觉得很有趣啊，他说我是活水呀、啊，百年的古井，他说我是活水。就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啊，啊，百年不单现在就封起来了啊。好，以撒的仆人在谷中什么挖井，见得了什么一个什么活水井，哇，不是实体，有水的井。那基大的牧人就跟以撒的牧人争竞，他说这水是我们的，你看，哇，以撒得到活水井，他们就争竞的，所以以撒就给那个名叫什么爱色这个象征啊。第二个呢？以撒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经验增进，所以以撒又给自己叫什么西底拿，就是为敌啊，为敌，所以他们又增进了，他就这样为敌，他就又离开了，他留开了又挖了一口井，他不再为这井什么增进了，这个井叫什么利和什么，在旧金山一个会友，他开了一个这个公司，他的公司叫做利和国，利和国的公司就是什么？就是宽的嘛，宽阔。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的嘛长生，我们必在这里长生。”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以撒他一直一直让啊，一直一直让啊，最后呢，我们看看啊，那边呢、啊，当年耶和华向他显现说什么？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怎样？我什么？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必要对我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缘故是你的后裔繁多。所以以撒在那里做了一个盘求告耶和华，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边挖了什么？挖了一口井，在那边喝了一口。那里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啊，就学习以撒的榜样，不要什么，不要自己什么伸冤，宁可什么让。罗马书12章19节有一句话说：“退一步什么，海阔天空；
逼迫啊，逼迫，逼迫，逼迫将以撒带到一个宽阔之地，外面的真境扩大了以撒里面的一个度量。那这里有一个红色回答出来啊，人若甘愿为主的缘故忍让不争，主必以他无限的自己做补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举象征在信徒里面做生命供应的一个什么圣，举就是圣，圣灵临到人的时候，大部分可以分批外面，外面做什么浇灌的灵是为了工作和能力，里面呢是一个全员的灵，圣灵是为了圣徒每天的生活。所以浇灌的灵像天上的降雨一样，是不是经常的？但是全员的灵是像细水流长，常年的什么不绝。所以我们要祈求里面的灵常常是这样给我们的一个供应。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信徒生命的丰盛，不能单靠外面的浇灌，要看里面的供应不断的圣灵。主应许这个泉源是直流到永生，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泉源，他也一直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泉源跟前得到牧养。第五，我们讲到门是什么？自己神粮同在，别是吧，就是一个门是自己啊，门是自己。我们看到啊，在啊以赛亚他粮。敌人看见怎样？神的什么同在，彼此结连怎样？不害什么？不害对方。啊，这两点啊，敌人看到了。当以撒在那里除了一座坛的时候，他求告耶和华的名，并知道大能，他的仆人在那里挖了一口井。那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什么亚户撒和他的军长怎样？飞个从基拉尔来见什么？见识，他们来见他，见他讲要什么？你看，以撒对他讲说，因为那时候他们他住在撒拉尔的地方啊，他们把他赶到撒拉尔谷啊，撒拉尔谷的地方。他们呢，他去见他，他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的，从撒拉尔到撒拉尔谷，他们把他赶到谷里面去，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讲一句话，他说什么？这句话很重要。来，我们什么？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什么启示，彼此什么立约，在创世纪二十六章。所以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什么示巴，给那个城叫什么别示巴，直到什么直到今天。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耶和华明明与你同在？我们看到以后会看到约瑟的一生，神怎样与他同在，他就怎样凡事什么亨通。你记住这句话，当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凡事亨通，你所做的事没有什么不顺利的。所以约瑟从一个囚犯变成一个什么宰相，囚犯到一个宰相，神的什么？神的一个恩典啊，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的一生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很好。好，那这里我们看到别示巴是今天的别示巴，以前的别示巴，现在是别示巴，是一个很有这个兴旺的一个城市。好，别示巴所在的地方就称为一个南地啊，亚伯拉罕在别示巴在一块柳树在那里求告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到二十六章三十节说，他们来了，以撒就为他们什么摆什么，哎呀，摆设筵席呀，摆设筵席，他们便吃了什么喝了啊，以撒请他们吃饭，以前是逼迫他们的敌人，以撒现在请他吃饭。然后我们成为信徒之后，我们要应该常常为世人设什么福音的什么筵席，将基督的救恩讲，要讲的交给他们。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什么？在我什么？你为我欢喜，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大卫的诗篇讲到说，哎呀，
啊，神恩典在我们敌人面前摆设宴席。敌人摆设盛宴不是征战的光景啊，而是胜利后的一种庆祝。从前的敌人现在成为什么？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俘虏，站在那里看我们吃饭。所以这个宴席就是砍的一个啊，奏砍夸胜中的一个教导。感谢主，让我们从这五点啊学习什么？学习以撒，以撒怎样？相信，相信神的带领，又顺服神又预备。他呼求神，怎样得到什么？信心得嘛，得到了儿子。他听从神的应许，不往埃及去。啊，一最后他怎样？温柔谦和的什么？得什么？伯爵，他一起让。结果神给他一个更什么更广阔的地，最后呢，他以什么门市之举，他以敌人结门，他得到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从以撒的一生，我们学习了他顺服神、仰望神的信心。感谢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依靠你，抓住你。顺服你的带领，常常我们不是这么样，常常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常常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以致我们自己在那边受苦。求主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小小的教会在你的圣言中能得到长进。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仍然在这里交代守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带领引领。祷告奉主名祈求，阿门。